同学们好，欢迎进入室内花草栽培技术与装饰布景课堂。现在我们学习本课程的第一章绪论部分。这一章我将给大家介绍以下的学习内容。首先是室内花草装饰的基本概念，然后给大家讲中国的花文化。第一节，室内花草装饰的概念和功能。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花卉的概念。狭义的花卉就指的是草本花卉，它是指具有观赏价值的草本植物，比如说菊花、非洲菊、百合、郁金香、相思竹等等。花呢，是植物成熟的表现，当植物成熟了才会开花结果，那么开出各色各异的花，具观赏效果。会是什么意思呢？会就是草类的意思，就叫草，所以我们叫花草和花卉是同样的意思。那么广义的花卉是具有观赏价值的草本植物，还有木本的地被植物、花冠木、开花乔木、盆景以及温室的观赏植物等等，这些我们都把它叫花卉，也可以把它叫花草。那么什么是室内植物装饰呢？室内植物装饰是指在人为控制的室内空间环境中，我们科学的、艺术的将自然界中的植物、山水等所有素材啊引入到我们室内，创造出充满自然风情和美感，能够满足人们生理和心理需求的空间环境，这就是室内植物装饰。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讲室内绿化装饰的功能。首先，室内绿化装饰啊，它可以改善室内的生活环境。目前市场上绿色环保产品的使用率啊很低，而 70% 以上的家庭装修污染严重超标。新搬的房子啊往往造成头痛、头晕、流鼻涕、失眠、乏力等症状。医学上呢我们称之为新居综合症。人居环境在经历了噪音污染、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危害之后，正遭受着以室内空气污染为主的第三次污染。我们在户外在雾霾的当中沙尘暴中生活，回到家里还要忍受第三次污染，就是室内的空间污染。而城市的人呢，一生当中应该说是在 90% 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的，一半时间在家里，还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办公室啊等等等等，都在室内。那么困扰我们的室内的空气污染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第一，室外空气污染进入室内，外面的雾霾、外面的沙尘进来了。第二，我们室内的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挥发出的有毒气体，我们办公室、家里还有门窗新装修的，它油漆啊等等材料都会挥发出大量的有毒气体。还有在家庭做饭产生的油烟以及家用电器产生的辐射也是一种污染，还有室内活动啊、呼吸排出的气体，还有卫生间排出的气体、厨房排出的气体，这些气体都是污染源。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通过绿化室内，把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、休息的空间变成绿色空间，这才是环境改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。苏东坡就曾经说过，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
由此可见，绿色植物啊，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。下面请同学们看这张表和这两张图片。这是我们在2015年11月22日测定的室内外空气质量数据。左边这张照片就是当天的兰州市，右边这张照片就是我的办公室，在兰州大学的办公室。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，我的办公室的空气质量要比室外好得多得多。你看，负氧离子浓度比室外呢高出了十几倍。我们认真看一下这个表，当天兰州的室外环境的 PM2.5 是185，而我自己的办公室呢，当天平均24小时平均是50。那天呢，庐山的环境是35到60，也就是说我的办公室的室内环境和庐山的环境很相似了。再看负氧离子浓度，当天兰州的户外的负氧离子浓度是139，而我的办公室是6876平均，而庐山的环境呢是2000到1万，也就负氧离子也达到庐山的平均水平。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负氧离子。负氧离子啊，就是指在空气中一种带负电荷的气体离子，常被人们称为常数素或者是空气维生素。它的高低是评价环境和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标准。PM2.5 大家非常熟悉，就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等于 2.5 微米的颗粒物，也称作可入肺的颗粒物。这种颗粒物呼吸了以后直接可以入肺。那么从这个照片和数据我们可以看到，外面的空气多么脏，雾霾多么严重，不要紧，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把外面的环境一下改变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的知识改变我们的室内环境，使我们的室内的空气清新健康。室内绿化的功能二，就是它可以营造富于变化和有生命力的室内氛围。绿色植物啊，是生命与和平的象征，常常给人以安定感和柔和感。恰当的植物装饰使枯燥的室内环境变得春意盎然，充满着生命力。我们现在的室内首先进去全是水泥做成的，玻璃、金属还有家具都是硬线条。我们把绿色的植物搬进去以后，使我们家里呢变得柔和，让人感到安定，感到春意盎然。绿化装饰还有第三个功能，就是组织空间，调整空间的布局。当我们摆了植物以后，可以承接室内外空间的连续性，我们从室外到室内空间形成了一个自然的过渡。室外有很多树木，那么我们一进门，然后家里头也有绿色的空间，也有绿色的空间，这样的话就是室内外可以连接开。还有分割和充实空间，比如说我们空间很大的一间房间，我们可以把一些角落啊通过绿色植物来装饰，充实我们的空间。还有我们可以分隔，比如说在很大的空间我们可以摆放几盆植物，使得这个大的空间分隔或者限定成不同的区域，来提高空间的利用率。室内绿化装饰的第四个功能，就是陶冶情操。
绿色植物，不论其形色质味，还是它的枝干、花叶、果实，所显示出了蓬勃向上、充满生机的力量，引人奋发向上，热爱自然，热爱生活。植物生长的过程是争取生存及其大自然搏斗的过程，其形态是自然形成的，没有任何掩饰和伪装，充分显示其无限的生命力，在形式上是一幅抽象的天然油画，它的美是一种自然美，纯净、纯正、朴实无华，它仍能够显示出自强不息、生命不止的顽强生命力。因此啊，花草盆景之美，与其说是一种造型美，倒不如说是一种生命之美。那么有了这么美的植物，我们通过室内绿化装饰陶冶我们的情操，使我们人呢也能够积极向上。室内绿化的第五种功能就是表达美好的寓意。比如说我们家的门口色彩艳丽的花，它表达迎宾之意，客厅的兰花表达好客的友好，像发财树、平安树祝福富贵安康，牡丹呢富贵吉祥，龟背竹寓意健康长寿，是祝福长辈生日的佳品，所以它能表达美好的寓意。这一讲的内容啊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下面是本讲主要的要求。第一，让同学们掌握室内花草装饰的基本概念和功能。要让同学们了解本课所介绍的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。还要让大家知道室内绿化装饰的好处。好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在今天的学习当中对室内花卉的装饰有个总体的认识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